introduce the third presentation, may I introduce, we have some friends from Taiwan. So we have Zhang Yuhan, Hong Yizheng, 还有 Jian Youhong. Oh, please come to the stage. Their topic is STEAM-oriented automatical ocean animal coin bank course. STEAM-oriented automatical ocean animal coin bank course. 那这边是我们今天会介绍的内容，这样子。那么首先先跟大家介绍，就是目前台湾生活科技领域的发展状况。那目前强调作用享这三个能力并行的STEAM，是台湾在12年国教里面蛮强调的重点之一。那么在小学阶段的相关课程是生活。 那么主要是让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可以就是去探索这个世界，然后发展兴趣。那么国中与高中分别叫做自然与生活科技，然后分别是国中希望学生游泳就是可以使用工具以及设计一个完整的制作流程的能力。那么高中则是希望就是学生能够主动学习，然后可以跟朋友就是。跟同学一起就是小组讨论，然后培养批判思考的能力和解决并应用的能力这样子。那么不好意思，那么就是，但是我们就是发现在12年国教里面，其实针对国小这个领域，它其实并没有做一个强制的课程规划，就是说它并不像国高中有一个明确结束，就是没有说在一个礼拜里面它一定至少要修，就是上多少时间的课程，所以其实就是。 在这个时候的小朋友，他其实学习的能力会因为学校的发展的不同而就是学习的能力收获会有点就是有差距。那么在他们升上国中的时候，其实会有程度上的落差。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发现这样的问题。然后其实坊间其实有一些补习班和一些教育设计。 教材的人就是工作方，其实也有发现这样的问题，然后也已经有做出一些教材。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就是针对这件事情，然后还要开发这样的教材？是因为我们观察到，就是坊间的一些 DIY 材料包通常比较强调只有 making 的部分，他们并没有就是比较强调知识内容，以及在做的过程中没有说告诉小朋友说哦为什么他们这个步骤要这么做。 所以综合以上的原因，我们想要开发一套就是关于 STEAM 教的教学模式，然后融入 STEAM 这样的教材与工作方的搭配，来协助这方面的学习资源。那第二个 part 的是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教材的开发，然后会分为4个部分跟大家做说明。那简单跟大家介绍教材的设计规划。那么我们就是我们的目标是国小孩童。 然后教材的内容会是结合知识以及动手做的部分。那么知识的内容是针对就是跟他们配合国小的各科，他们在学校学习的科目来做相对应的教学。那么主打就是我们主打的教学特色是希望可以培养他们科技素养，然后创造力以及美感为主。那么同时我们也会将海洋保育的议题融入在其中。然后这是我们的教材。 然后我们今天有带实体到现场，那等一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找我们，就是玩玩看，体验一下。那么这边是我们将 STEAM 安排在存钱筒上的学习项目。
在 science 的部分，我们安排了导体电路的学习。那 technology 科技的部分，则是带入自动化的概念。engineering 工程则是介绍简单的机构。那 mathematics 数学则是搭配，就是学那个国小他们有在学到的那个展开图的应用。那么还有一个 art， 就是想要特别跟大家分享，就是一开始是。STEAM 只有 STEM， 那么加入 ART 是蛮多人希望就是做出来的东西，其实不是只有那个东西，是它是一个具有就是设计感以及美感的物品。那么当就是我们更希望就是 ART 其实是能扩及到社会人文的层面，所以在整个教材 ART 的部分，我们除了着重外观的设计的美感，那同时我们也想让它能更深入，就是让它更能够连接上社会人文的层面。因此我们这次带入的是海洋保育动物的议题。那么这套教材这边是我们参考的一些教育就是相关的理论。那么教材的部分我们就是分成两个部分来做设计，这材料包我们分成两个部分来做设计。那么一个是 DIY 的材料包，那么是一个实作整合应用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则是学习手册，就是里面有一些我们就是帮助小朋友做学习教导知识内容的部分。然后因为强调就是手作与学习经验的连结，可以让加深小朋友在学习过程中的印象。那么关于材料包的设计，因为我们的教学目标年龄较小，所以我们就是寻找教材的时候会是以有趣这一件事情为方向，然后去希望可以先引起他们的学习动机之后，然后再进行教学。那么做这个东西是我们从我们自己过去中的学习经验的印象中去找，哦，这个东西我们自己觉得应该再拿出来，就是再来教他们是一个蛮好玩的东西，他们应该也是会有感兴趣的。所以我们决定就是做一款改良的自动存钱筒。那么与以往比较就是不相同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模组化，然后另外一个则是标准化。模组化是希望让就是过程更为精简，简单来讲就是我们省去一些比较没就是不是他们这个时候的教学重点，就是不但在老师教小朋友的过程中也比较容易，然后小朋友在学习的时候也比较就是可以吸收。那标准化则是形成一套模组，那么之后就是往后他们如果想要再做出一样的东西，他们只要跟着步骤一步一步来，那就是可以做出一样的东西。那这个是材料包的就是设计的材质，然后我们就是我们分成这四个点去做我们材料包的设计。那一开始我们就是材质的部分，我们是选用牛奶纸板，就是类似厚纸板的一个材料。那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材质，是因为我们希望它能够被折叠，但是又不容易因为折叠而就是很快就是坏掉。那另外就是它的外观是很好，就是被做改，就是很好在外观上面就是上色与做造型。那结构上就是尽量可以就是让小朋友直观就可以理解，然后下去做。那外表统一都是一个像立方体的外形，那都可以依照教学的课程来做一个灵活的使用，就是可以因应课程的主题来做应用。那电路方面则是将它做了简化，就是刚刚讲的模组化的概念，然后让小朋友就是可以方便学习。那么这四点就是我们在设计这个材料包的时候觉得就是蛮好，就是去做设计的项目，然后跟大家做分享。那么这个则是我们的学习手册。那当初在设计这个学习手册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就是不管是小孩子还是小孩子自己阅读，或者是家长带着小孩子阅读，都是很容易的。所以我们在排版上面是以图示就是比较多来做呈现。那么学习手册里面就是包含到前面就是提到，就是我们融合了各科的知识内容。那和就是我们其实就是除了让大家就是我们刚刚有强调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们其实除了让他们就是做以外，也要知道说那为什么这个步骤要这么做。那每个单元我们都有就是实作的部分，
那么就是希望透过这个部分可以让他们就是将这个知识应用在生活上，那么建立了具体的经验之后，根据学习理论，就是这样的经验是可以让人就是加深印象深刻，其实对他们学习是有帮助的。那虽然就是测验不是唯一的检测学习成效的方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是一个就是很快速可以检测你就是在前面学习效果怎样的方法。所以在每个单元后面我们都设计有一个简单的练习，那么马上练习，如果有不懂也可以马上回去做一个就是在复习的动作。那在编排上的特色，我们是就是简单白色，就是干净明了的作为背景，那么一些小图示就是用温暖的色调去做呈现，然后我们的图案是偏可爱，不过就是它其实并没有就是失去它原本应该要表示出来的意义，那么版面就是很干净整齐这样，然后希望就是活泼的版面可以让我们的学习者小朋友就是在学习的时候不容易感到就是疲惫。那接下来是课程发展的分享，那因为想要确定就是前面设计的课程实际效果，所以我们举办了工作坊。那么自动存钱筒工作坊主要我们是开给就是国小三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那么课堂上是由三位老师来带领十二位学生，那我们也非常欢迎就是家长一同就是坐下来跟我们一起进行活动。那么这下面是我们就是工作坊举办时候的大致上的流程，然后分别是暖身活动，然后电路与导体的教学，就这边是知识内容，就是还有海洋保育动物，然后和最后动手做以及就是装饰存钱筒。那行前准备我们大概分为三个 part， 就是招生工作坊的流程设计以及就是教学材料的准备。那么就是在规划这些课程的时候，我们主要的考量有以下几点，就是像是小孩子的脾性啊，然后工作坊的时间多久是最恰当的，因为就是工作坊的时间我们希望是能让课程是可以顺利进行完成，但也不至于让小朋友就是坐不住，就是觉得很无聊，然后注意力不集中。那么最重要就是在课程安排的时候，怎样才是能够抓住小朋友吸引力，让他们有学习的动机以及欲望。那在安排中其实我们有遇到一些问题，就是像我们在报名的时候其实有遇到一些小疏失，然后以至于就是后来来的学生比我们就是预期的还要多了几位，然后其实我们一开始人手是有一些不足，然后有一些慌乱。那么前面有提到说我们将这个工作坊定义为欢迎就是家长一同来跟我们就是一起做这个存钱筒的原因，是因为就是除了有怕有些小孩在陌生的环境下需要有父母陪同之外，我们更希望是让父母可以知道说这个时候的小朋友他们到底在学一些什么。那这里是我们的那个热身活动，就是先从简单的一些小活动让他们就是身体暖身，然后脑袋也暖身一下。那么制作徽章的课程就是这个是让彼此就是更加熟悉，那转印的部分是让他们体验转印是什么东西，然后这个袋子也是可以收集他们等一下做出来的一些小成品，那以及我们还有让他就是体验一下雷切组装的部分。那这个是我们教学导体与电路的课程小活动，那么教完面包板以及就是跟他们讲说什么是通路、短路以及断路之后，我们就是会开始鼓励他们就是从自己身边找到就是找一些东西来试试看怎样可以让他成功的形成通路。那关于海洋动物保育的部分，其实在这个part 让我蛮惊讶，因为这一部分跟导体以及后面就是组装的部分来讲的话，这方面真的比较偏向知识的教导，然后我那个时候很怕他们就是觉得会很无聊，然后会坐不住，但是其实这一部分他们蛮踊跃跟我分享他们就是现在所见所闻，然后其实他们的观念真的都还蛮好的。那么这里就是我们开始教学组装存钱筒，然后在这个部分能感觉到就是小朋友对手作真的是蛮跃跃欲试，然后非常积极的在就是学习要组装。那么搭配前面学过的导体电路以及的那些知识，让小朋友们他们马上应用在这个部分，
那么其实效果学习成效还不错。然后就是制作到快结束的部分，然后小朋友就是很兴奋，想要赶快就是来玩玩看这样子。那么最后我们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设计自己的存钱筒的外观。我们会提供一些图片，然后让小朋友就是选择他们想要画哪一些动物。那么我们会引导他们，以及跟他们讨论说，哦，这个动物哪边就是比较有特色。那么放到存钱筒上面，可以让大家一目了然，知道说你画的是什么动物。因为课程后面我们还有搭配一个小游戏，就是让他们互相猜猜看对方就是做了什么动物这样子。那么课程结束之后，我们就是有互相，就是我们老师们有就是一起讨论说，就是有遇到哪些问题，那么日后可能怎么做会更好。那么主要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问题是就是学生的注意力会分散。那么我们当下的处理方式是说，就是会提醒他们说，就是这个知识等一下会应用到，以及就是我们会有有奖征答的部分。那另一个则是让每位小朋友。那个则是就是小朋友的学习能力其实每个并不一样，有人做得快，有人做得慢。那么我们当下的处理方式则是说，就是鼓励已经做完的小朋友，将他们已经所学会的，然后来试着教导其他小朋友这样子。那我们现在目前认为师生1:3是实作，就实作的课程最好的状况，但是普遍师生比较不好达到这样的比例。那么对，就是做参考。那这边是小朋友给我们的回馈，那就是有给建议的，然后也有就是给我们鼓励的，也有小朋友就是觉得说课程还是有一些比较困难的部分，但也有小朋友觉得说今天玩的这些东西很值得，很有趣。那跟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设计这样的课程目的，就是为了补强国小课纲坊间工作坊比较容易忽略的地方，那么以增强国小生的能力，让他们在衔接国中课程的时候比较容易来作为目标。那么这是我们工作坊的教学特色，然后就是先让小朋友就是感到兴趣，有了学习动力之后，在吸收知识内容也可以 立刻应用在生活上，及时做理解。那么亲自动手做，有了实际经验，印象会更加深刻。最后我们非常鼓励小朋友尝试分享，来训练他们表达的能力。最后跟大家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所就读的系所是台湾师范大学，然后科技应用学系，对。然后我们系所主要在做生活科技与资讯领域的推广。那么像是我们会主办一些全国性的生活科技竞赛，那会鼓励学生们除了就是学习课本上的知识以外，也能将这些知识应用在就是实际的生活上面。那这里是我们系上在科技领域的耕耘。那这个第一个这个就是制造大师的对象，就是国小学生，就是像这次存钱筒的部分。那么左下角这个则是机械手臂机电整合，是针对高中生学习的部分。那么右上角则是那是桌游，然后就是借由桌游的方式来学习比较困难的程式逻辑的运算思维。那右下角则是就是针对生活科技的领域的老师，就是定期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就是上课这样子。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那谢谢大家。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So, 谢谢两位。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about this presentation? You can make use of the conference platform to raise your questions.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do it now. 刚才我们有说过，就是家长也会参与在那个活动里面。我想知道家长的角色是什么，还有他们的反应是怎样的。这个还蛮有趣的，就是家长一开始会是我们定义他应该是帮助小朋友就是熟悉这个环境，因为有家长在旁边陪伴的话，小朋友比较不会就是。他们比较会放下他们的防备心来做学习。那么家长，有的家长还蛮有趣的是说，他们到后来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然后变成他们比小朋友更有兴趣，然后换成他们在做。对，然后这部分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
要控制，要想办法可能跟家长做一些协调，说就是尽量以小朋友为主这样子。对，他们有时候会比小朋友更有兴趣这个领域。对，Is there any other questions? If there's no more question, I'd like to give a big hand to both of ladies. Thank you.